金，手持法器，一下左甩，一下右化缘，再搭配上肢体动作。您可能曾经看过类似的宗教科仪，但再仔细一看，影片中的场景有课桌椅，还有投影幕，地点竟然是在大学课堂。这仪式好像就是给我们看。就是遭天兵天将吧。影片在脸书社团播出，立刻引起关注。有人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科系，还有人赞叹现在的大学好像比较好玩。更有人说这是不是要考师工执照？而答案揭晓，原来这是屏东大仁科技大学生命礼仪系其中一门课程。他是礼仪师，他也是法师，殡葬的礼仪相关的仪轨过程里面，他有不同的宗教仪式。那红头法师他是在民间信仰里面的其中一个仪轨，邀请业界人士回来分享经验，就是希望让系上的学生更能和实务接轨。事实上，系上的课程不只能了解民间信仰中各式宗教仪式，还有躺棺体验以及为遗体化妆情节，是让我们更了解就是民间的习俗，是蛮有趣的。这些体验课程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新奇，最主要还是要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，也让民众对于生命关怀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华视新闻周末汉小新徐静一屏东报道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